天天跟我做，每天一分钟，飞碟一分钟，每周一至周五更新。是不是看到大家的眼神就紧张，要撂裤子？说话结巴语无伦次？放心，叔不搞推销，就教你几招应对公共场合讲话怯场的办法。首先准备要充分，只要自己内存够，就不怕宕机。等待入场的时候，如果太紧张，可以深呼吸，吞口水，握拳头，拉紧放松腿部肌肉，释放多余的肾上腺素，缓解紧张感觉。适当转移注意力，不要老想。演讲演砸了怎么办呢？越想越紧张啊！开场送个小笑话，让大家乐一乐，缓解一下紧张气氛。最好是自黑哈，容易出效果。想象自己是个霸道总裁，腰杆挺直，说话硬气，自信爆棚哎！说话声音要坚定清晰，不要像打鸡枪似的。越说越没底呀、啊！怎么害怕和观众犀利的眼神对视？那就目光平视远方，盯着某个物体看。上台时手里捏个小球或者纸团，也能缓解紧张啊！都来给你们找点自信哈！看看《国王的演讲》这部电影，乔治六世不仅说话口吃，还不敢公开演讲啊！但他通过不断练习，终于把这个问题解决了。扫码关注飞碟说微博微信，学完知识再说话，让你底气十足。